大家好，欢迎来到海之韵画廊听画的故事，我是刘淑玲。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本地画家 Diana 林中霞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她的画的故事。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好，老师其实也是在这边教绘画班，对吗？对，我有一些班级是在这里的，虽然是有一些是在联络所。OK， 都是成人的绘画班吗？都是。都是教什么呢？都是教一些水彩，以水彩画为主，然后有一些胶彩呀、这样子。我们今天来的跟大家上的课是很特别的课，对吗？是叫什么？拯救画作的，挽救画作的画作的课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别的课程呢？因为我通常在联络所教课的时候时间有限，所以那个班级有时候会比较大了一些，学生比较多，所以他们都画不完的，有一些其中有一些画不完，那么他们我就会给他们来一个课程，就是说把他们所画不完的画跟他修修改改之类啊。那么其中有一些呢，就为了敷衍了事，就匆匆忙忙的把他画完了，就觉得很不妥，那么他就想丢掉。那么我时常都吩咐学生说，你们不要把画丢掉，因为那幅画有可能经过我们的改造之后还可以挽救回，还可以成为一幅很好的作品的，所以不用丢掉。对，所以才会有这个想法啦，来开这样的画作的课程。对，好，所以我们今天上的这个就是挽救作品的课程。对，好，这样我们现在有很多学生都带来他们需要挽救的作品，对吗？是的，是的。我们要改的就是这位学生的画吗？是，对。这一张是一只大象，那么他画的并不是很好，那么他就是想丢掉，还好他没有丢。那么现在呢，我就要把它改造一下。那么通常改造画呢，现在市场上也是很流行，这样子，一幅风景，一幅写实的风景，可是你配上一个卡通。那么卡通人物或者一个卡通人物，就整幅画就能够挽救过来了。所以呢，现在可是现在又到新年的时候，所以今年是兔年，我就会把人物改变成一只兔子。所以现在呢，我就会开始就是说我们其实看作品的时候，看那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来加不同的、改成另外一种风格那么它就会整幅画就比较完整的改观过来。那么现在可是我们必须要用厚过这个材料的所以这个是水彩，我们就要用胶彩或者那个 poster color，要不然很难。所以 OK， 我们这第一点学习到的就是，如果是在修改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比那个原本的那个画作更重的那个是的那个材料了。就好像比如说我把它的象牙勾起来那也是很不错，你看它的象牙不明显这样就好多了。对对对，就比较突出的。对是。还有这些呢，这个现在是淡彩，用淡彩的方式去做，所以有时就是说强调一些highlight一些就会比较突出出色。那么现在呢，我就要把那只兔子改过放在这里。那么我估计呢，它的脚呢是在这里，那么他的腰在这里，他的身体在这里，他的头就到达那里了。所以呢，就两只这个老师就这么大笔的画上去。这就是一只兔子的头。然后就放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在这，那么嘴巴就在这，这个整个兔子的头就在这里了。它是有毛的，所以我们可以放一些毛那么它的手呢，你给它穿上一件衣，它就好画多了。
啊、所以你要把它坐在大象上面、啊、对对，我说 cool。 我在想为什么突然间画一个兔子在那个当中、嗯啊、OK 兔子坐着一条尾巴、嗯、另外一个它的身体呢就在这哦、啊嗯 OK 就好像那个兔子在骑啊，对，嗯、啊，那个兔子好像在骑那个大象这样了呀，对。Super、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我本来是想绑一条绳子，可是它又不是马，我看就不必绑了，不需要了，不必绑了。嗯嗯，那我可以可能要画双兔，哦、多一只吧，因为我这边永远都空位对吗？呀，对、嗯，很多空位啊。嗯，这一只会比较老了一点。是啊，可能是在他的妈妈还是爸爸出去去很有趣哦、因为有剩下的空间、嗯、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利用、嗯、给他拿一束花哦so cool 拿一束花哎，他的老婆、嗯、这样子画个尾巴在这里、嗯、因为我想画这一个啊，因为这边有很多大空白的空间、啊、对吗啊，那么这个一个可以很 colorful 吗、嗯、就好像那个、嗯、那个印度的那种大象的那种啊、哦、还可以大一点啊、嗯、放一些东西、嗯、那不知道要不要绑绑也好，就让它小小个拿出一条绳子、嗯啊、OK OK 可以好了，可以。如果上色呢，我通常就用一个白的，拿一只小的。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是 acrylic 来的。嗯，我只是把它的兔子的这个上了一层色之后，才来改变。嗯，你要变什么都可以啦，到时候先打一个底色。嗯、然后等一下子呢，同学们就可以照着这个方式去做哦、嗯、OK OK 是一定是因为是兔子才放白色吗、嗯、还是都底色都是放白色、都是放白色先、哦、都是放白色、那么白色了之后你就可以改成、什么色都可以哦 OK， 所以这个白色其实是要掩盖后面本来的、嗯、原本的那个、啊、是的、OK， 所以刚才老师这样画，刚才画的时候只是用笔这样啊，嗯啊，画那个 outline 呢？啊，对对、嗯所以我们，可是他们如果要的话，嗯、要用 pencil 铅笔的话、嗯，也是可以的。哦，要用铅笔来做 outline 也是可以、嗯、啊。哦，盖住那个 outline 不用紧吗？哦，不要紧的，等一下、哦、全部东西可以填回去。哦 ，OK OK OK， 或者手还有脚，嗯，要穿鞋也可以。嗯嗯，这个就把它画好先。嗯。嗯、这样突然间那个整幅画就很有趣的构图哦、啊、对对对、啊、然后、看了之后就比较舒服，他就 不会老想着把它丢掉，对对，因为刚才其实像的头的部分是画的 OK， 只是我们那个身体的部分突然间可能没有精力再继续画下去、所以这样突然间焦点就不一样了、因为以写实来讲、整个作品、如果你画的不像的话会真的是有点奇怪啦、影响很大，对对，可是如果他是、把整张画当作卡通来看待、嗯、他就完全没问题了，对对对，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因为卡通啊不必要说画得很像的、对，这么亮的颜色吗？卡通画必须要、亮丽一点、okay, okay. 它会比较好看，就是其中一个拯救化的方法就是把它变成有趣性了、是就是用那些写实画不能够用的原料啊，就是更突出了是、okay. 像这次这样的对比很好、因为又这边又非常写实，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因为这种原料写实画是画不没有办法真的不可以用，对，因为在写实生活中真的没有粉红色，是是、只能用在、抽象呢、半抽象呢或者插图啊这些哦，就是插图式的，
它就有一个鼻子什么的，粉红色啊。所以你看，如果画画画这样的那个，就什么都可以，对吗？啊，是什么都可以。其实老师是直接从那个管子里面拿那个颜色啊，是。所以现在我们在用的是 poster color 啊，对。所以 poster color 是什么呢？ 它也不是胶彩，也不是，它是广告色。广告色啊，也是叫 gouache 啊 ，g o u c h e。对对对，那个就是 poster color 啊，对。所以它跟那个胶彩的分别是什么？它比较厚，因为它含有很多粉在里面，所以它能够遮盖。很多原料，遮盖水彩啊，这些都可以，是它也可以遮盖胶彩的啊，可以的。你看我刚才那个 marker 的线，基本上都看不到了，对对，都已经被它遮盖了，所以它是比较厚的，是的，它很厚，一盖就对，就马上就把那个原本背后的那个颜色都盖掉了呀，对。你看到就遮了了。可是 poster color 是要加水的吗？ poster color 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 是加水的。只是它比水彩用少水的。你要多水也可以，哦、要 多水多少都可以，看你要的是什么效果。如果你要水彩画的效果，你就放多点水。跟胶彩一模一样，胶彩也是这样子的。你要胶彩画成像水彩，你就放多多水。你要像油画呢，你就不放水，它是很中性的一种原料。可是就是说，这个胶彩虽然像胶彩这样了，我们是加水的对。可是胶彩的特色就是永久性的，比较永久性。就是它不会掉。但它干了之后，你放水它也不会掉，那个是胶彩。对，poster color 它会掉。你放了水它还会掉。这里呢，就开始画那个布的地方。是。这里还可以放这个。可是其实老师，你虽然道理说的容易，是啊，可是的黄色，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什么，OK， 好，谢谢。哇，可以。谢谢。放一些黄的，给它亮一下。通常我在挽救这种画的时候，我会出了许多的各种各样的法宝。什么法宝呢？什么法宝都有，好像有亮粉哦，亮粉啊，什么都有，就是什么可以让那个作品更突出的方法对，想尽方法去让它美化，去想尽方法去美化那幅画，这样看了也令人开心一下，就是给那个。画作 makeover 这样啦，对，就好像化妆一模一样。对的，我们去 makeover， 我们就会放多一点颜色啦，放多一点亮亮的啦。然后它干了之后呢，我就画线了，再画一次。这种会很容易干吗？做 poster color？ 会，都很其实原料的快干或者快干与否是。看它厚不厚，如果你用的很厚，当然是比较久一点才干啊。厚一点就比较久一点才干，是全部都是一样。Okay. 胶彩也是一样的。看老师这样做，好像是轻而易举啦。可是我们也要一点时间可以才画出这样的。他们画多了就会啦，如果刚刚画，所以其实什么都是还是要练习啦。这个大兔子，当然因为我现在画得很快，因为有很多学生在等着，如果是他们慢慢画，当然是更漂亮啊。OK， 对对对，它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要做一些示范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胡须。
哇 ，OK， 突然间就掩盖了一个问题的部分哦。嗯嗯，这样看起来也是挺好的。嗯。马哥一沾到东西啊，他就不灵光。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学习到马哥不可以沾到，就没有办法用。都沾到。现在我点缀一下，这个呢要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趁它没有干的时候做啊。对哦，干的时候就它干了，我就再涂一次哦。嗯，这样子，因为干的时候它就不会粘了啊。是。然后我就把这个放在里面。哦，嗯，这样它就粘了。嗯，这个部分是可以的，对的，因为我们如果是看那些印度的大象的话，都会放一点，是、哦、亮亮的，对吗？嗯，是是是，再放一层。嗯，然后呢，就再放。突然间就，突然间就亮起来，对，还有不同的那个感觉哦。嗯、是我还有、里面有还有什么法宝吗？金色的笔吗？金色的笔是银色、嗯，没有，没有，我就放白了，没办法，我就放白色。嗯，用这个点，哦。就是让它有一点那个，嗯，好了。哦，突然间那个裙子比较漂亮，因为加了几粒 polka dot， 那个裙子就变成漂亮的裙子。哦、用这个吗？哦，嗯，然后那个裙子加了那个白点就变成不一样了。像它其他的都不必改了。嗯。嗯对，突然间我们本来焦点是在那个画不成的大象，现在焦点注意力都会被、那个这个吸去了，对对，吸引去了，嗯，所以不会看到其他地方可能有一点瑕疵啦。啊、OK， 就算哪里有瑕疵都没有人管了，人家就是看出那里。对对，哎，我的花还没有涂哦，还没有涂颜色，花那个花、嗯，老师还剩几秒钟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就把它画完了。哪一些花先？还有这个是哦，它的叶子。嗯嗯 ，OK， 收口哦。嗯，这个马哥，这个绑一下。是我们有马哥，有用 poster color，、有用亮、亮粉，也用 pen， 是什么都用，还有什么颜色都可以。就是让、我还有、想象，还有这个，这个，对，还有后面那个点缀，这些都是我时常画的，因为我是画漫画肖像的啊，所以时常都要做这些比较可爱的那个，对对对，嗯。要把人啊或者动物啊、变得很可爱的那种，嗯，所以这是一个拯救作品的方法了、啊，把它变成，我相信他都不舍得丢了。对对对，其实真的再加多越多那个细节就越有、越有构图。好，这样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作品，把它挽救回来啊，好。那你还舍得丢吗？不舍得丢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就叫学生们拿作品来，然后你可以指点一下啦。对，好，像第一位吧。这是一幅胶彩，那么它图中呢是一只小羊。我相信他是那时候是初学者。所以他画的并不是那个羊好像我们看一下哈，那个羊的部分其实是还没有画啊，对，这边是 OK， 可是这边有点他只是一个还没有完整，还没有画完的，所以要帮他想一些点，那么他的这里咬着一朵花，可是
我就觉得那朵花有点碍事，嗯，所以呢，我是想说叫他等一下把那个花盖掉，把花盖掉，那么、okay、把这里都是啊、开满了花啊，所以这边放那个花朵啊，对 ，OK。那么他的花朵呢，我必须要跟他开头一点啊，可、okay, 以开头一点，这样他才除了改打造可爱型，也可以做那种比较写实型啊，写实的，放一些草先，才画花。嗯，这个是胶彩，可以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背景来加工，对吗？呀，对。所以这边的背景我就做一半，那么另一半由的啊，就让他去做。对。让你去做所以有时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改那个主题啦，也可以改它的背景，也可以增加它的美丽的地方，是是是、嗯、所以你看突然间那个草地就比较改一些草，嗯，有趣哦，这个颜色就突然间有层次哦、啊、它是提亮，这个叫提亮哦呀，突然间那个草就突然间比较 3D 的，嗯嗯，它的花朵是中间是橙的、所以我就放一个橙的，是，嗯，还是黄的先，哎，橙的也可以。那么，啊，我们就点了啊，点它的花心先。OK， 点花心先、嗯、啊。所以老师，我们需要换笔吗？我发现你其实只是用这一个笔的。哦，我通常都是，我是一个不换笔的人哦，时常都不换笔，为什么呢？啊，懒得懒得。可是这个是因为可能我们整句话的时候不需要大笔的吗？啊、所以才会一直拿这个小笔吗？啊，我平时作画我也不换笔哦，我时常都是一支笔画到完。画什么都用一支笔，还有，所以这个是老师自己的特色了。哎呀，我的特色。可是如果是学生呢，你会觉得他们应该换笔吗？他们自己会自动去换笔的。所以问题就是在于你要的那个笔的那个多厚的那个。是是，我觉得改画应该要用小笔对吗？对对。因为我们通常作画啊，第一遍呢、啊、都是比较随便的，因为整那个时候就是用大的笔啦，对对对，大的，然后干了之后，第二次呢就用比较小一点的，嗯，就是中号，嗯，等到最后的部分呢都是用小的，嗯，对，因为我们现在、嗯、特别是我们现在算是最后的部分、啊、是是是的、嗯、我们在做的就是最后的部分，细腻的部分，所以我们就用小笔呀，是的，嗯。哎，我发现老师哈，就是用布把它擦掉，然后再继续用吗？啊，因为没什么问题，除非它沾了很多我不要的原料，或者我换颜色呢，这样我就要用布跟它擦掉了。嗯，我现在都还没有换颜色。嗯，就差不多的颜色都可以了。是，然后呢，我需要多一个黄，嗯，多一个鲜一点的。可是我觉得老师选颜色的时候我很快的、欸啊、是已经就是这样决定要用什么颜色吗？啊，没有，我现在才决定哦，一边画一边决定啊、嗯、这个跟性格有关哦、因为有的人他会想来想去啊、又会比来比去哦、可是我是比较快决定的，嗯，所以你才会 OK、嗯、所以不同的人呢、啊、有不同的画法、啊、性格不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嗯，可是我想来问老师，为什么刚才放一个 base， 然后现在再画上去呢？我觉得它不够，嗯，不够厚，嗯，它吐不出来，所以我现在放多一个。嗯、真的嘞，真的，现在变成比较 3D 啊、嗯！啊，我要给它厚一点，嗯，厚一点比较好。嗯，就真的现在你看那个感觉真的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呀、嗯，只要整幅画。变漂亮就行了，嗯，对，毕竟是放在家里啊，嗯，放在家里，我觉得
还是开心一点的画廊、嗯、漂亮一点的画廊。是、嗯、那早上起来一看就会比较高兴，而不会暗沉沉的、嗯啊、然后就随着忧郁的心情。对，其实画画就是要开心了，对吗？看的人开心，画的人也开心。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现在才需要一个比较再亮、又在加，需要吗？要越来越浅的，应该越来越浅色、嗯、用一个白色去掺这一个，所以这样子就好了。那么你可以想象这里全部都开满了、它就整幅画就不同。那么它的这个还需要放白色再提亮一下、可以、可以，好好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给我们的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对吗？那个整个草原都是一样的颜色的，可是老师只是我们的只是把这边的那个草画了一点，这个草原画了一点草跟一些花，突然间整幅画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们的那个主角那个羊还是没有把它修改，可是突然间那画已经漂亮了，对吗？所以有时不一定要修改主题的那个背景，稍微修改一下也可以点缀，也可以很漂亮。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挽救画的方法。好，那你回去再做另外一边跟着做，那么好，中间的那个橙色还要再加强，然后那个羊那些白色的地方还要再刷一次。好，谢谢，谢谢。好，这样我们就叫下一位学生吧。下一位，下一位的这一张呢是水彩啊、水彩画，它是风景画，风景画。那么它也许画的不够理想，问题在于它的背景还没有完成，整个背景还没有完成，而且这件屋子有一点歪，那么这些全部都这些草，虽然是草，我知道是草，可是它的画法，有点简单啊，不好，OK， 太过。flat 了，对，太过 even，就是每一笔都一样的，所以现在我需要一点水彩，所以现在是用水彩了，是，它的背景还没有完成，如果呢，我把这个做了一些树之后，它已经有，而且我后面的树我不可以抢了前面的镜头，最好暗一点，暗淡一点。OK， 所以这幅画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画完呢、还没有画完，还有那个屋顶有一点歪，所以老师可以就是把那个就是，所以我们刚才都是用 poster 卡了吧，现在都是用水彩，因为我们是要把这幅画真的把它完成掉。它有一点，也许可以这样子。因为其实刚才的那个什么那个天空是还没有画完的，是。我必须上了色先，然后我改一半做它的屋顶。屋顶啊，它的屋顶有问题。OK， 现在要改那个屋顶。这个颜色是不对的，拿土黄。因为我这里没有土黄啊，这个刚刚好。OK， 就是把它屋顶弄大一点比较好吗？接近，因为我它歪。我不是在弄大，我没有办法把它修正一点啊。是。OK， 这个是什么呢？鹿还是草？这还没有画完呢、我们现在把它改上去，加了一点。这个也是要涂完。就刷一下，就这样刷一下。OK， 所以现在老师就用比较大的笔啊，跟刚才我们不一样。这个要是鹿，食指鹿。Okay. 鹿来讲，我必须要蓝和 brown， 给它灰的，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做 background 的话，老师就用比较大的笔了，OK， 所以这个是鹿的颜色，这个是鹿的颜色，好了 ，OK， 现在我等它。我就要拿这支马哥对这个，所以现在是用马哥画那个他的那个这个细节对，这边有一堆草，这里呢，这里是在画什么呢？这里也许是沙或者沙粒，有一点沙子，
这个还没有干，这个还没有干啊、等一下我们才呀，我在做这里，这里还没干，画不出，所以像你看，我们只是这样把几笔那个屋顶就可以弄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因为现在还没有干，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继续修改。谢谢你，好，好，下一位，好，下一位学生，同学，好 ，OK， 这样我们就看一下这幅画，这幅画，所以这幅画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老师，你呢？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学生觉得问题在哪里？我就不满意，就是他不满意，就是不满意，石头也不像石头，水也不像水，所以就要丢了，很想丢掉，很想丢掉。OK， 可是我觉得这边画的不错嘛，这边，上一段还可以，对，上一段画的很好，所以太丢掉太可惜了吧？我觉得全部都很不错，所以呢，我会跟它改造成可爱型的，可爱型的 ，OK， 好，可爱型的，其实这样的这个布局可以做很多可爱型的，对。如果他认为石头不像，也许是它的边缘不滑，全部跟它 outline。水彩的比较这个容易改，我是觉得突然间你看那个石头啊比较有立体感呀，多亏这个 outline， 是你看它可以这样子，对，所以就把刚才的那个美中不足，对啊，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把它突出啊，我们只是把刚才还没有觉得不好的把它突出而已。其实真的那个石头现在突然间利用有气力的感觉，淡彩的方式，okay， 而且如果石头不美呢，也许是你可以放一点青，它就很漂亮了，所以石头加青色就会突出吗？是，而且它以写实来讲它不是很好，可是以卡通来讲它是非常突出的，所以现在你是要加卡通的石头吗？是的，我会加同样的，因为是兔年，所以我会加兔子在玩水。对，这个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景色非常适合梦幻的那个有趣的那个那个景色，其实真的可以，因为好像瀑布这样吗？对吗？他就在这里玩水。所以只是稍微把石头加了一点那个绿色。是，这样子点那个黄色是为了什么呢？更突出那个石头，给它有一些青苔。真的这样子，加了那个黄色之后就比较有层次感。这样子，好，好，其他的好，或者我 try 看这个，我 try 一下这个。这个可能会好。老师，我们不需要画完整个了。不是，我 try 一两个。OK， OK， 好了，不然会很长啊。好，OK， 我们就现在画那个兔子吧。我还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这一个，我必须要讲，因为他觉得这里不好。这个是做什么？水花。水花是为了什么呢？水花是为了遮盖它这里，因为通常他们画水画到石头和水之间，那个交界，他不知道要如何是好，所以他就这样平平的画了过去，然后他就不喜欢，他不喜欢的地方也许是这里，可是水花就可以这样慢慢好像稍稍的掩盖这样，对吗？那个 intersection， 而且它掩盖的很好，它会一点一点的，不会矮板，不会太假啦，非常自然的，就是这里，OK， 这样子的，对对对，然后他看到这个，他肯定不舍得丢的 ，OK， 大家又学了一个技巧，用水花来帮忙你做交接那个交接的地方，对，还有这里，这里他已经有了，他只是不够这样好突然间很漂亮了，看看多
多一点，越多越美。Oh, OK， 好， okay, cool. 现在我要加那只兔子下去。嗯，还是他喜欢的动物也可以了。狗年就加狗。嗯。猪年就加猪。啊，可是如果是蛇年的话呢？就蛇年啊。因为蛇没有这么可爱的。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蛇年不改化。蛇年不改化。没有，蛇年就加，反正只要不喜欢的动物，我们就加老师最喜欢的猫，对吗？对了，对了。啊，我知道老师经常会把猫加进去，是就画猫了。对，是老师的特色，就是加猫。那时候就有一个机会画猫。因为猫也不是在十二生肖，可是在不明的时候我们就画猫。所以这个猫，哦，这个猫，所以这个兔子要做什么呢？也是要有动作。它在抓鱼。哦 ，OK， 就拿一个网。所以我们现在刚才那个兔子是坐在大象上面，现在是要做一点动作。是，嗯，它就拿这一个网。啊，这只兔子在哭，在抓鱼。嗯，这样子。放些毛，嗯，这个毛呢，它可以，因为这好好小小心的话，要用细的笔，不要用太粗的，太粗的不好看，嗯，因为它的颜色很淡，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得出那个兔子是站在水里面的啊，是，哦 ，so cool。然后它这个呢，那个水花这些也要画，嗯，可是为什么这个要 highlight 呢？哦，就是把它重点加。啊，对对，要不然人家看不到。嗯，来表示它不是写实的、啊，因为写实的不可能是这样子。对对对了，我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必须要表示一下，就是让它有一点caricature 的感觉了。啊，嗯、是，卡通的感觉、啊。卡通的感觉。嗯。还有你可以放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发现老师很喜欢粉红色、哦。是是是。啊。啊。还有胡子，胡须，我还忘记。啊，这个，嗯，哦，突然间兔子变成兔子了，哦嗯、兔子变成兔子，嗯，那么放一点听，这个，所以这个兔子我们就不用放白色了吗？它的脸、啊，好，就这样就可以了。哎，还是要再加白色，白色不用啊、不用看啊，好像耳朵那里，耳朵那里是不是需要？哦，就给它一点、啊，放一点 blushing 这样，做笔记。哎呀，不够，它必须要用这一个，哦。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把整个都裁掉，对吗？啊、有时只要一点点的，放一点它的一，哦，啊，这一点，颜色就、啊、比较好一点。嗯，是不、嗯？它那个白的哦，嗯，耳朵那里，嗯，是需要，需要一点，啊，啊这个我们就需要，呀，比较好 ，strengthen 一点，对对对、嗯，突然间那个比较好 ，strong 一点、啊、，cool， 那是不是要更 strong？ 我就，嗯，这两个。这里、啊、一点点一 点, 点，可是它有影子的，嗯，我会有亮亮的那个马哥，嗯，也是可以拿来做网的，网哦，网那个网 ，OK， 通常用那个里面你的金色的，啊，对，我可以放这个嗯，嗯，然后就放那个金粉，嗯，在这里，在那个网上，啊，嗯 ，cool。这样子，嗯，可以可以，嗯，对对、啊、我们看一下，突然间这幅画，然后大家可以加多一只，嗯，加多一只女的，一双嘛，对吗？一双比较漂亮、嗯、啊，所以你看，然后还可以加一条鱼，哦 ，OK OK， 老师加一条鱼吧，就是、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嗯，鱼，要跳进去吗？还是跳上去？嗯我的鱼，跳上来吧，跳上来了，嗯，吉利一点。我是用这样子的鱼。My goodness， 你是用 hard 的鱼啊？哦，那个 hard 是它的嘴巴嘞 ，cool、啊。对。嗯。哇，嗯、这丰收的一年。条嗯、这条鱼呢，是比较 golden 的、嗯，所以我用这个橙色，用这个很亮。Cool, 那它过年就可以拿出来摆设、嗯。对喽，对喽，这是非常适合我们新年嘛，又是兔年，然后又有鱼，是，还年年有余，还有很大的收获，在兔年。Cool, 嗯，然后再放一点黄，
因为我要放那个金粉哦，在那个鱼上啊啊，所以必须要点这个一点水的，嗯，要不然它不粘啊。哦，哇，这个鱼要 kiss 它了，黄金满满，你懂吗？突然间变成一个非常适合新年的鱼，金鱼，哇酷！让大家看一下，那个鱼突然间很漂亮吗？对吗？加了那个那个橙色跟那个金粉，嗯，那个鱼粉有趣。我是为了留一个空位给他画另一只兔子，要不然呢，我就把兔子挪在中间，会啊，它就更好。对，你看刚才那个没有一点。没有一点没有一点重点的话，突然间就变得有重点了，还有变得有趣的感觉。还有那个树，我可以把它加成很多橘子，哎，尤其是这一颗，哦，这一个，它下来了，嗯，我会长这个 orange。嗯，哎，真的变成新年的花啊！看你要多少了。我突然间发现这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应该要八粒。八粒，还是九粒的？九粒比较美。九粒，嗯，九粒，有九粒，九粒 ，OK。对，嗯。然后呢，这个橙就涂上橙色。因为你刚才发现有一个没有用完的那个树枝，对吗？它是他画的，对，画的那个树枝只是没有什么。对。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我本来想架在这里，后来我看，哎，为什么这里有一只树枝空空的？哇，你的橙啊，这些点多一点啊，突出一下，这样人家才看得到。然后它的橙呢，我也可以放亮的，就是点一下。它就亮，换一点黄色了。其实我的目的是要来粘着这个。OK。要放一点才可以粘一下这个金粉。哇，好了，然后把那些多余的撒出来。嗯 ，super cool， 那个 orange 橘子是亮晶晶的。嗯，所以现在突然间现在变得非常喜庆和非常非常适合过年的一幅画。嗯，好，学生满意吗？满意。回家继续另外一只。嗯，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就看到了，其实如果你有不满意的作品的话，你不需要把它丢掉，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它挽回，好像可以把突出的地方突出，或者有时把背景的地方弄漂亮。好，我们就先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上来这非常宝贵的一课。好，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这里上课，可以跟老师学习。好，谢谢大家，这样我们就谢谢老师，我们就在这里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本地画家，我们下个星期见。